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湖南人对吗？咋说的？尖字和团字上还是有障碍的感觉，那个诅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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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那个有障碍的，它叫永远不会从沉睡中有一个停顿，最终醒过来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场面啊很大，声音还是要放出来一点。陷入死亡一般的沉睡中，陷入死亡一般的沉睡中，底气必须要出来。刺破手指，陷入死亡一般的沉睡中，永远醒不醒，醒过来，他将永远不会从沉睡中醒过来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好痒啊！你现在为什么会咳嗽？喉头都是紧的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你们都给我听好了。它不是纯喊，它是靠一种声音的威慑力，声音中要有力量，没有任何力量。你这声音从哪儿出来的？丹田。